欢迎收睇《美味乱入》。大家好，阿 Ken 又同大家见面啦。今次为大家介绍嘅系食斋有斋味嘅素食店 Wet Farm 无国界素食餐厅。呢度嘅素食菜式种类非常多，有前菜、沙律、意大利粉、意大利饭、大碗饭、汉堡、甜品，就连饮品都款式多多。青豆汤，饮汤识得饮，一定系趁热饮。呢碗青豆汤够晒热，淡淡嘅青豆味 ，creamy 嘅口感，再加少少鲜奶油，精彩。鹰嘴豆三兄弟，外观非常吸睛。鹰嘴豆三兄弟分别化身做中东鹰嘴豆泥、鹰嘴豆球、香料鹰嘴豆，充满香料味，加埋初榨橄榄油。配埋排排坐，又香又软嘅薄饼一齐食，系一款感觉疗愈嘅素食。鹰嘴豆扒汉堡入面嘅馅，除咗鹰嘴豆扒，仲有番茄、新鲜生菜、炒野菇、全植物芝士酱。面包虽然唔系烤到香脆，但系口感软熟，带少少甜味，就咁食都已经好好味啦。炸薯条香脆唔油腻。沙律新鲜水润，比主菜更出色。泰式奶茶，将奶同茶分体，自己动手将热嘅牛奶倒入雪成冰嘅茶入面。由于将茶预先雪成冰，令茶身唔够滑；二来就咁撞热牛奶落茶，令茶味同埋奶味出现唔多融合嘅状态。烤布朗尼，热辣辣翻烤过。味道属于小甜，啱我口味，口感绵密湿润，点少少半碟嘅忌廉，又滑又软，系一个美味嘅完结。今集嘅介绍系咁多，中意嘅朋友希望可以按赞、分享同埋订阅，我哋下次再见。